有。你知道他最近有表情包在上面？我现在排名第一耶，第七啊。你有没有去那个吗？购买？我没有看到。万一送的话也没有买，真的太不上当，真的。你有买吗？我有看到，你有看到，然后你有买？一个点开了，因为那个我的钱不够，然后我那个信用卡不能，还不能那个。还记得他们上康熙的可爱模样吗？长大之后的他们又会和康熙擦出什么样的火花？赶快回到现场。我那时候就有说，就在新闻媒体上面讲说，我要买一个这个房子给许维恩，没有给未来的老婆这样子。那许维恩说什么？他没有讲话。你有问他说你觉得怎么样？他没有哭吗？没有感动，完全都没有。他也没有称赞你说你这样真的很有志气。是啊，其实这种对方是承认的。没有啊，因为又不是，又不一定是给他。你不娶许维恩？娶了，没有关系。后来也凹回来了，气有回来。结不到情人也不想怎样。又生气没关系。好，我要看那个钟明轩他在我们康熙当初的表现。钟明轩是国中生吗？对。请问几岁？啊，十三。十三。然后你已经红了吗？红吗？你是在网络那块是不是？对。你有觉得谁比你帅的吗？阮经天吧。那你的知名度有超越罗志祥了吗？有哎。有学旅游，我们俩如果走在路上，大家会先认出我还是认出你？他是你啊，大家好。嗯 ，OK， 好，欢迎钟明轩。怎么做不需要别人转告，在深的太深的海底，我也只剩下我自己。没唱到，因为音乐没有，我觉得很突然呢，很像惊悚片，你知道吗？他，所以你出去戴墨镜的样子，可不可以给我看一下？哇塞，假丝钉的，哇！所以这样人家认不出来是轩哥了吗？还是认得出来？对，还有帽子，对不对？帽子。啊！哇塞！要戴比较低一点。帅，有了。又有发胶，对。哦，不要压到。所以进在KTV 进电梯的时候要稍微遮一下是不是，就像我前哥唱完歌被人住啊，还是被人住啊？你怎么遮的？我要这样。好疯哦！哎，你很疯哎！我叫我丢脸。你现在唱歌恢复正常了没啊？应该有一点变声了。这个有被常常被同学叫出来看吗？就他们很多人骂我，都拿这个骂，就是说你上康熙长那么丑，然后唱歌那么难听，怎么资格上康熙？所以这样重播会不会害你又被骂？就是一直被骂，就是只要被骂就会拿这个出来骂我。你距离那一段时间中间的作品是什么？跟 QQ Baby 合作的短片，还有跟法力姐。哦，对，他有拍一个惊奇超人，是不是？我看到。所以那个是谁找你做的？是一个一个大学，然后他毕业了，好像是要拍一个东西，然后就找了我们这样子。有算是学生有红吗？那个影片应该是有，点阅率70几万。所以你现在还是在计划往当明星的方向？就是不想一直当网络红人啊，因为这样很会落寞。落寞？你要当真正的明星。我想要当演员。演员，所以你今天没有要唱歌？今天应该有啊。可是我今天还要来圆一个梦。
我只能让你，我只能让你做一件事。什么事？你只可以选一个，你要圆那个梦，还是你要唱歌？因为那个梦你再不圆就来不及了。我要圆梦。好，你的梦是跟小 S， 就是偶像剧的环抱这样子。什么？就是偶像剧的爆发，就一般偶像剧都是男生抱女生。正面抱还是从后面？就从后面。你抱我还是我抱你？就是就变成。变成说你是男生，我是女生，然后变成说偶像剧男主角不就是男主角抱女主角吗？ Okay, 变成说你是男主角，好，所以你抱我是不是？你抱我抱你都可以，你抱他，我不要想看你抱他。可是要演一段哦。没有演一段，就只可以抱一下。演了尔康嘛。来请请。所以你在干嘛？啊，我要就是假装跟你分手，然后。然后把你抱住，不是？我发现你外遇了。好，三二一 ，Action！ 你是不爱我？是。我为什么昨天看到你跟一个男人在一起？我早就想要把你甩掉了。没关系啊，你就不喜欢女生 ，OK？ 你不要再演戏了，好不好？你让我追求我想要的东西，你去追求你想要的。所以你现在是要跟我分手吗？对啊。那我祝你永远和好，我也祝你找到新的好男人，好不好？我要走了，我要走了。干嘛？你要闹我？还好啊。我走了。哎，你太快了。好了，不要这样吧。我们还是好姐妹，好不好？我原谅你。要把人家人生毁到什么地步？我第一次看到挽留这一包，说我们还是好姐妹。这台词可以吗？这台词太强了，经典了。你喜欢的艺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另外一个是谁？他是歌手，他是阿玲，所以阿玲也要从背后抱住你。不用，他可以对我唱情歌之类的。这个要求太……你今天上康熙这一段，可能又会被一些粉丝讲，没关系。可是这我真的一直想要做这件事情啊，而且上康熙，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以再上第二次啊，所以就要把握机会。可是我是说，刚才那出戏会不会影响你的人生？没差，只要有圆梦就好。我觉得会是他人生的预言，就是真的有这一段。好，我要看看当时在康熙的画面。小 S， 你对这八位小朋友会参加学校没教室这个节目，你对其中哪一个人觉得最意外？汉汉是哪一位？最意外。好笑的小时候，好笑啊！哎，你是从少林寺逃出来的吗？汉汉，你干嘛加入这个节目？你是想要走红还是？我想要走红。啊，原来你讲一个汉汉的优点。就是很可爱又圆滚滚的。不要玩！阿飞说我是贼心跳的人。不要！看看你可不可以，你可不可以跟小 S 姐姐数一个那个绕口令？预备开始！你是我的偶像，呕吐的偶像，非洲的大象，长臭臭的欧巴掌。你将来要当小提琴演奏家啊？对，而且还要当艺术家，而且还要当那个音乐老师。老师有？对，我要做唱歌机，还有表演的人。好了，算了算了。还有。刘光华。远啊！你应该有为了要上节目练一些才艺吧？有啊，什么？按摩。你是说按一个人吗？你说不然呢？小 S 姐姐，她要开始表演喽！开始了吗？
好像在打鼓。捶背，他在捶背。捶背。我要哭了。去帮我叫杯咖啡来啊！咖啡来了，你再继续。七弟，到底他按的怎么样啊？力道可以再强一点。为什么观众十点要默默看我配一个水？好了，那你跟大家讲，阿姨的皮肤怎么样？有点油油的。讲一下阿姨怎么样？皮肤光不光滑？光不光滑？对，他本来是光头，要走郝邵文路线的，然后后来他觉得那个戏路比较窄，然后所以他才留头。他自己这样觉得，那好早熟。可是听说汉汉，你除了留了这个头发之外，你还牺牲了你后面的小辫子啊？对，没关系啊，没关系。其实这样洗头会比较方便。你是不是有哭？剪辫子的时候？有啊，真的假的？真的。好，十秒钟。你想一下，你掉头发那个时候，你躲在棉被里面，躲在棉被你不敢出来那段时间，不要讲啦。汉汉为什么要剪来了？汉汉为什么要剪辫子啊？为什么要剪掉辫子？因为为了要拍电影啊。可是那你为什么要不喜欢剪辫子？辫子都不剪，受不了了吧？受不了了！你真的是惹小孩童年的噩梦。所以汉汉当时怎么会想到要用按摩这一招啊？就灵机一动啊！本来不会按是不是？没有，因为每个人的才华都是一定会重复到啊，因为才华就那几个，所以我觉得才华不一定要唱歌跳舞，说不定按摩也可以成为一种才华。那你现在还在拉小提琴吗？啊，没有啊，因为上次被激啊，就是拉我明明拉的我觉得很好，然后旁边都有人在笑，我说好，那我都不学，你想怎样？就是这样。所以你当时就想说你要当很多歌唱家、歌星，还要表演什么的，音乐老师，这些梦想都还在吗？那小时候梦想，可问题是做过之后，老师都说算了吧，你放弃吧。所以你现在不想做了？如果有机会，还是会想办法去执行，可应该不会去当成人生目标。OK。替得许维恩恋情超保密，康永小卫士不断鬼打墙。许维恩，我很喜欢哪一个？他真的有才华。是许维恩送你的？他钱送他的啦？没有啦，就是互相啦，大家一个群组。为了回报你买房子给他，还送一个表情包给你。因为这个这个天使是真的是现在最好的。好了，你有没有娶许维恩啊？我真的现在没有了。你不娶他？啊？不是啊。听说顾婉也到了医院去接受一整套系列的检查。有干错，我直接就到医生。不要！你应该是继范冰冰、Angelababy 之后第三位穿全胸腔的。哇塞，这是全裸哎，这全裸。哇，什么问题啊？一眼看透。这张的问题呢，就是问题。脊椎有一点侧弯。11月14日起，每周六日晚间10点，雅典娜轰趴。你有时候午夜梦回会想到帮他按摩的？没有，就是有时候自己想起来，就是会觉得很好笑。那应该是我们刚刚最奇特的画面之一吧？就一个小孩在后面帮你捶背。就是因为很难得机会，谁可以谁有机会可以帮小 S 姐姐按摩的？很少，真的。小朋友是第一次，是，也是女神。我希望你人生不会歪掉，就已经歪掉，已经歪掉。不是，你刚刚不是说现在专心读书吗？对啊。歪在哪里？啊，没有，因为有时候都会被翻出来啊，的影片会被翻出来。同学会讲一下。喂，然后他你走小时候那么可爱，现在怎么长成这样？哦，这是很多同学都会经历到的事情。好像爱子也会有同学说当童星有什么了不起这种事情。学姐会有学姐，怎么办？学姐就是因为我朋友跟我讲说学姐会就是有时候在脸书上放话说哦爱子有什么了不起自大之类的，对。这样要跟他当面沟通吗？只是他也没有真的去做那件事情。
他也只是放话，就是很多学姐都只是就是幼稚啊，就是会说，同性又怎么样怎么样，在背后冷嘲热讽。对，赶快把我的那个赖贴图啦，里面有一组这样。我他们的心情。小朋友的花费可能需要爸妈核准吧，所以赵璇也碰到同样的问题。嗯，就是国小，就是我没有做什么事情，可是他们就会来攻击我说同性了不起哦，同性就可以怎样就怎样子哦，可是我完全没有做什么事情啊，就被排挤这样子。现在还在被排挤吗？没有，国一的时候而已，现在就大家比较成熟了。现在心情上课心情比较好了。对啊。那就好。嗯。好，我们看大小姐他们上康熙的画面。你们两个是一个团吗？对，对，我们叫大小姐。大小姐，那你们有不和吗？没有，没有。你回到家不会说我真的受不了爱子，烦死了？没有，没有，我骂他的字。你很邪恶哎！不要把黑暗的事情。因为我也曾经组过团体，你难免会对对方有一点抱怨的，这是很人之常情啊。六岁的时候去过日本。去干嘛？就去迪士尼乐园玩啊。干嘛突然间？这是什么戏？到哪都很受欢迎吗？还好啦。冰豆，冰豆，为什么刚才那段感觉很假？所有感情牵着你，不愿意失去共同的光阴。哎呀，大明星好了，你们两个好像两个小公主在跳舞一样，从城堡里面跑出来的耶！阿姨好喜欢你们哦。谢谢。这样听歌也太累了吧，痛死我！很可爱。脱下来吗？因为我女儿一定会很喜欢。这是我们主打歌的服装。所以他，我想你应该也很想穿他们的洋装吧？会不会有人问你们说，小 S 姐姐本人漂不漂亮？没有。没有。所以公司的人有规定，你们讲话的时候一定要做出很欢乐的手势吗？不会啊，我们就自然就好了。对，你这个叫自然，你这个叫自然，这个就是刻意摆出来的，我们就自然就好。哎，妹妹要说什么？还有我的门牙掉了。啊，你门牙在啊？刚掉了。刚掉了。长大了，假的，假的，假的。你也是为了？哎哎哎！大小姐现在几岁？十岁，我十二岁。我们下次再看到你的时候，你就已经长大，就读中学了耶。对啊，国中了，我已经小学毕业了。哇！所以你们俩怎么还没闹翻啊？就是可能姐姐会摸我头发，然后我就是不喜欢人家摸我头发，然后我就会跟姐姐讲说，下次可以请你不要摸我头发吗？所以如果 S 现在过去碰你刘海会怎么样？不会，因为是毕竟是长辈。我觉得你吃鳖最多好像是飞屋小飞，很爱讲实话。所以爱子现在还讨厌别人摸头发吗？不会，还好。对啊。改掉了。改掉了。嗯。然后刚看他们表演，真的觉得他们应该去那个 Ellen Show， 对不对？真的很可爱。所以我们当时竟然就预言说，下次碰到就是中学生。就真的哎。就现在哎。竟然还会碰到，我真的很惊讶。我觉得好可怕哦！什么是好可怕？你是说时光飞逝如箭吗？挡不住长大的节奏，是不是？对啊，就看看刚刚那个成长的过程。你有觉得很可怕在哪里？门牙掉下来。
重点。请问门牙后来怎么样？就是假牙还留着啊，然后长出来。放在家？对，放在家里。那时候就是换牙期嘛。对。哦，所以那个是正常的。对，只是为了上节目装一个假牙而已。对，那时候上节目，然后几乎每个节目就是有时候开心的时候就会把假牙用给别人看这样子。你们说很多小朋友都有假牙吗？一般小孩不会戴假牙，就让他掉下来。让他装着吗？上节目需要。哦。对。所以现在牙齿都 OK 了吗？可以了，可以了。好，是你们两个没事还会跳当年的表演吗？会同学会拿出来看，对，会他会拿给我们看，然后哎，这你耶，这你耶，怎么那么蠢啊？我是学弟妹，嗯，会不会学你们那首老师老师会不会唱？他们会，然后就有时候上课上到一半，然后就很小声的唱，然后老师就会说是谁，然后同学还会笑我说，哎，老童星哎，怎么在这里？超过分的，超过分的。所以小孩讲话这么恶毒，可是都是开玩笑的啦。因为都是买你的 line 表情包，所以赵璇这样接下来的计划是还是会当艺人，对不对？有这个想法，可是先把基础打好。是，基础是说演技吗？看人家有很多语言是专门要拿来应付的。内涵先打好。对，陈特特以前有被要求要。把基础打好这些事吗？比较少哎，因为那个时候我出道是模特，然后后来就拍戏，就一直拍戏。只有说，我只会被导演说，哎，你怎么哪里表演不好，哪里表演不好。然后回公司，公司说那好，去安排我上表演课。嗯，所以就是基础没打好啊。打歪了，我觉得。表情包买了吗？买了。买了吗？等一下买，等一下买。说谎，是人格有问题。我现在就买，是。所以我觉得演艺圈真的很冷淡哎。对啊，怎么会不抢着买？他没想说，凭什么你可以出？不，他认为是说，反正康熙要停了，管你去死。不是，是因为我男的弄那个女的出去，我觉得啊，是。老娘有这个怪怪的，对啊。你有买吗？没关系，假。你可以送给许维恩呢。那是人家真的是有人家送我的这样。有人送你？对。用过没？我用啦，可是你怎么用老娘的？我没有用，我就觉得好玩，我就会到处就是用一直分享给大家。OK。许文有没有很喜欢哪一个？他真的有传给我，是许文送你的。他许文送他的吧？没有啦，就是互相啦，大家一个群组。为了回报你买房子给他，送一个表情包给你。因为这阵子真的这个贴图是真的是像最夯的，大家会没有用就是落伍了这样。他平常伶牙俐齿，为什么一聊到学员就变这样了？因为真的在一起啊。没有，只是我不想一直讲。对啊，就爱就好。没有这样。你受不了别人爱得太高调，是不是？你说啊。我没有。宋云焕，你公开男友，这样不就喜欢你的人会幻灭吗？但是意思是我还没有拍《等一人》之前，大家就已经翻出来了。对啊，所以也。那应该多学几招，怎么样藏到现在？对啊，因为如果现在大家知道你有男友，那你分手的时候需要跟大家报告吗？还没有经历到那时候，但我觉得应该就是我做人，就是我觉得分手一定就是交往是很正常的事啊，所以不管最后会不会在一起或怎样，我都会诚实说。所以他这种态度就是很莫名其妙吗？其实你刚刚不承认了吗？其实每次我看康熙都会看到这一趴，现在看到真人版，我觉得就在重播，我又在重播。他如果像你一样公开承认，我们就不会一直烦他。对啊，他就一直在别扭啊。可是你要讲许愿，他都对。然后后面又接不是。是因为我就每次上康熙，大家都会问这一题。然后我永远都，因为我不是一个喜欢在家里先模拟状况的人。好了，你有没有要娶许维恩啦？我真的现在没有啦。你不娶他？啊？不是啦。不是。童言童语超直接，小 S 当成戏为真。赵宝伦回去之后有想到他吗？有啊，你有梦过我吗？有。在梦中我们在做什么？一样在这里，就是好像在录影。对啊，所以现在多年不见，你看我有没有老？
没有。你更漂亮吗？讲真的呐，不要跟我讲这个话。笑开始，都被吓死。我更漂亮，讲实话啦。真的，真的吗？我动心了。康熙爱我，我爱康熙。康熙盛典不能没有你。11月8号中午12:30，雅典娜轰趴，跟你约在这里哦。猫大第一次开直播，要看哦。看赵宝龙的画面。有很厉害的表演，有在日本媒体还有其他国际上的协会都来特别访问过他们。嗯，因为刚刚是赵丽缇，我是师傅，他是师傅。就亲戚朋友来家里，你们也要表演吗？不用，不用。会不会遇到其他小朋友跟你们叫嚣？他看光了吗？他是赵宝龙，谢谢你，终于有一个来宾说出了我们节目没有说的秘密。你们除了脚踏车甩尾之外，会甩别的尾吗？还有什么尾可以甩？有摩托车啊，还有吗？那不行。你将来还要练更大型的吗？摩托车没办法，我只能骑小孩摩托车甩尾。有吗？有这件事吗？还是他在骗我？我们家有一台摩托车。为了证明他们停车地点的那个准确程度，所以我们现在陈汉典先生已经就位了。一台停在陈汉典的上半身，一台停在陈汉典下半身。太懂了哈，哎，刹车哦，你要跟刹车，你要跟赵宝龙。没有刹车，没有刹车。姐姐，所以会不会压到他？不知道。喂，姐姐，姐姐，万一压到了，快点开始，我屁股好痛。会不会常常吵架？会。吵什么？是他现在正在把自己逐渐升高这件事。你说吵什么？就是我的东西，我不想跟他碰，然后他就硬要碰，然后就吵起来了。OK。那已经是最高的，先生。他有带早餐来给我们吃吃看，可以让我们看一下吗？招牌蛋饼。已经冷掉了。赵宝龙是一个非常喜欢说出真相的人。如果是这么性感的妹妹顾店的话，会特别去光顾这个店，还是哇，应该会风心大略。你很漂亮。哎呦，哇，6岁而已。你甩尾也很快啊。他很活泼哎。所以你小时候比较活泼，现在变比较沉默吗？我不知道。你现在还是很会讲。要我讲我也 OK 啊。OK。所以现在跟姐姐还是会吵架吗？比较少。所以这么多年，你应该都认为陈汉典是疯子吧？对啊，他现在又疯了。他很直接，他谦虚。可是跟姐姐吵架，应该还是两个人感情还是很好。对啊。然后还两个人还一起练任何的特殊技术吗？没有了。所以刚刚看到那个片段，你觉得你上节目表现如何？很好笑。是啊。那姐姐今天怎么没有来？她在那。姐姐变好漂亮哦！你干嘛躲在那里啊？甩尾嘛。你要不要进来玩一下？来，要不要进来甩尾嘛？姐姐变漂亮了。来，就做个纪念吧。既然来了，你有没有在好奇为什么是弟弟坐在那边让你？我们节目是只发了弟弟而已吗？不知道，可是他们就只知道弟弟没有长。你有高兴吧？好伤人，你才是。你现在在念几年级？国一。OK， 所以你刚刚在那边等的时候，有在想希望进来，还是觉得算了？不知道。你们想说凭什么只有我弟弟上而已？你甩尾也甩得很好啊。我是想说，为什么凭我姐姐可以带小孩子旁边？所以你那时候称赞 S 漂亮是真心的，对不对？对啊。你可以去他旁边啊。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你还记得吗？6岁。那是几年前？几岁？我不知道。赵宝龙回去之后有想到他吗？
有啊。你有梦过我吗？有。在梦中我们在做什么？一样在这里啊。就是好像在露营，是不是？对啊。所以现在多年不见，你看我有没有老？没有。有更漂亮吗？有啊。讲真的啦，不要跟我讲客套话。你扮巫婆，笑太假。怎么可能会更漂亮？讲实话啦。真的。真的好，那我就信喽。好啦，欢迎你来哦，谢谢。所以姐姐，你现在干嘛？现在就上课啊。有觉得很烦吗？还好。读书开心吗？蛮开心的。所以不会再往车界发展。应该是不会。那假如说骑不下，骑就是脚会扒很开。所以未来的男朋友万一不会甩尾，这样可以打动你吗？不知道，还没有想过。所以当时那个画面当中，你跟弟弟是一起来参加的。嗯。然后回去之后有在讲说谁表现得比较好这种事吗？没有啊。你今天回去会跟弟弟吵架吗？不知道，你们在一个礼拜大概吵几次啊？两三次吧。吵的点是什么？他很吵。对，感觉在说话。他在写功课的时候他会烦。烦你吗？那边鬼叫。没有意义的叫，是不是？对。那你会大骂他吗？就叫他安静，然后他就不安静，然后我们就会吵。你们两个有找当初的片段出来看吗？有啊，自己很。觉得自己很可爱，很帅啊，真的很可爱，很高兴再见到你哦，谢谢你们，谢谢。邱宇辰，你有准备好要看自己当年的画面了吗？嗯，好。你有心理准备，还是你常常在看？没有，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以前上的节目感觉很蠢。好了，播出来看吧哈。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模仿蔡依林的？四岁。那你现在几岁？九岁。你已经模仿了五年了。五年。平常人家如果认出你来，会叫你签名或者是拍照吗？会啊。拍照 pose 怎么拍？什么意思？好厉害哦！你怎么会发现你很适合走这条路的？就是我一直觉得蔡依林很好啊，所以我就会觉得想要跳舞。OK。挑衅又魅惑的眼神呢、啊？谢谢。他恢复小孩的时候就恢复了耶。对。你自我催眠，他是艺术家，你给他三盘去遍地背叛，他不是梵谷，也不是莫内，他的模特儿觉得从来不知巧。面对你自装怪怪，背对你却乱来。邱宇辰，你是要每一年都推出新作吗？就是万一蔡依林接下来就不发片的话，你就没有东西要表演吗？应该还是会模仿韩国了。Gangnam Style， 他好像之前也表演过，他模仿一些西方的女星的那个舞步嘛，是不是？西方外国的舞，外国的大明星你也学对不对？对，他已经耳朵。祝你身体健康，学业进步，好不好？加油！邱宇辰重现经典舞蹈，仍不忘搔首弄姿。
谁在压抑你，不让你穿那身衣服了？其实我现在比较偏那个学男生。没有啊，我跳舞到底哪里啊？你知道你跟跳那个？现在。看到小时候这样，什么心情？可是他很红哎，他表演得很好哎，影片点。可是你现在的表演风格是什么样子？我真的很好奇哎，我好期待。嗯，就比较偏男生的舞。你所以那个魅惑的眼神已经没了吗？也是会啦，还是有。动作是比较有力道。你要让我们看一下吗？好啊，来欢迎你。看不出来阳刚在什么地方，我也看不出来。而且应该方面也比以前增加了吧？而且他甚至还转头对我这样，转头，我有收到，我是。你到底哪一点认为你有变得比较阳刚啊？可是我看他表演，我终于理解了，每次来康熙，像他这个年龄的人是怎么长大的？就是有没有刚我们有一些表演者是这个年龄的人，他在跳这样的舞。对，原来小时候就是那样子。所以邱雨辰，你根本就应该还是想要换上华丽的衣服吧？其实是谁在压抑你不让你穿那些衣服了？其实我现在比较偏那个学男生的舞。没有。跳舞到底哪里啊？你知道你该跳那个？现在。这是你的 favorite 吧，那段。哦哟！我觉得我们释放了他长期压抑的。对啊，想穿就穿吧。就是，再一轮的舞还是会跳，一定要练，是要符合。刚跳完心情有好吗？啊？跳的心情有变好？有开心吗？开心。可是你有没有很懊恼没有换上？因为很开心可以上这个节目。是，我很开心你可以再来一次。这个今天这一集是为了给他们当童年的记忆的，就是一个很好玩的成长的过程。然后要让你们见识一下最后那一对台语。哎，来。你们也是团体耶。嗯。你们跟那个大小姐是不同路线的吗？对，我们是台语的。我们可不可以先请他们唱一句他们喜欢的国语歌就好，好不好？我怕烫不了你的手，也烧不了你的口，喝吧。不要回头。爱情酿的酒。听说张振雄参加比赛的时候，如果张振雄，不然你要叫我叫他什么？你告诉我，你可以叫他小熊或者什么熊。请问你应该怎么称呼比较好？绰号熊哥，在同乐会是熊哥。你叫熊哥啊？熊哥。是几岁开始唱歌的？4岁。
OK， 那你一开始就会唱台语歌吗？嗯，先唱日语歌。風吹落去一面啊，演歌的方式唱天天哦哦，天哦，风啊也低头没哭哦。说你们还离开台湾到别的地方去办同心演唱会吗？哇，有啊，跟小小兵一起。所以你们俩开始交往了吗？还没。郑雄刚说还没。会去搜寻自己的新闻吗？有啊，有时候会去搜寻。结果都出现些什么？就是新闻报道的。因为他跟有一个立法委员名字一样，有时候会搜寻到立法委员的。哦，对，好可爱。可是只要点影片就不会了。对，很熟悉，找到自己的方向。喜欢他不化妆还是化妆？应该是化妆吧。太过分了，分手。他们是两个小孩在演一个老鸨赎身的故事吗？本来是要疑问，后来庄家变赎。你们小时候知道在唱什么吗？知道。那时候不太清楚。老师会解释说你们在演的内容是在干嘛？是妈妈会解释。妈妈解释的方便解释清楚吗？就是没有办法说很理解那种社会上的，但是能大致上理解，说原本10000块变10万块，那女的原本很开心啊什么的。是，在歌中间演剧是你们两个常常做的事情。嗯，表演的时候会。所以后来康熙这段之后，你们有去福州，也是演同一段吗？还是？就是去内地表演的时候，很多人都记得这一段，就觉得还蛮可爱的。你现在还叫熊哥吗？嗯，应该还是叫吧。同学还叫你熊哥？有少数的朋友会这样叫啊。所以看刚刚那个会，你们俩会害羞吗？不会。所以你们今天是有要唱歌的意思吗？喜欢唱歌啊。你们今天有要唱的意思吗？可以。可以。所以熊哥声音还没有改变吗？现在变低了很多。怎么办？还是可以调 key 啊，这样还是可以唱。哦，也是要两人合唱吗？对。好，欢迎你们。做一个饼，三支嘴，写一条歌，三个人，三来三去。手的路去，我唱输你，在阮后面要安怎唱落去？三好走，三好走，一人一副真啰嗦，每条拢予我唱得唔好。三好走，三好走，教我念念卖假话，因我予你唱甲软哥哥。三好走啊，三好走。三好走，要请你来裁判上上好。
个带动气氛，对，两个人一起唱还是很有味道。他是在唱三口组吗？就是说好像一口两口三口的三口组，对不对？三口啊，所以熊哥是这个意思吧？是唱三口，对，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有跟 Leo 哥合唱，所以就是我们两个加他一个是三个人。Leo 哥哦。不是，所以这是一首俏皮的歌曲，对，很可爱。所以熊哥等于是声音改变比较低，还是可以双人合唱啊？对，现在我就等于唱丽友哥哥的那个调这样子。所以今天还蛮好玩的，看他们好玩的看他们长大的过程，很好笑吧？说不定以后还会有机会再见面。那希望你们这段时间。念书的就念书，然后谈恋爱谈恋爱吧。好，祝你们人生快乐，谢谢。